现在开始试验由 SA3 去控制 SMH 马达的运转，现在是设定为60Hz， 转速正常，现在开始调低，到3Hz 也是可以持续的运转当中。现在开始调高，好，大家都可以看到的，有福同享吗？200Hz 不会跳机。运转正常。